面关心，立法院的龙头之争虽然已经落幕了，不过绿营跟白营呢，现在在互相指控，到底是谁主动来桥绿白河。今天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出席活动，也被问到相关的问题，他是有最新回应，带你来听。我们尊重立法院的自主运作，立法院的这个不管是正副院长选举，或者是各个委员会的招委选举，都尊重各党团的运作。好，立法院的议题回到立法院去讨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是可以听到郑文灿回应说，尊重党团自主的运作，不管是正副院长选举还是各个招委，都尊重党团运作。不过呢，也被问到说，黄珊珊也发文呛民进党的51席是没有用的51席，郑文灿也是回应说，这个也交由党团来回应。